七题，如图所示，水平桌面上静置一个木块，经同时对木块施以水平向右及牵直向下，大小分别为 F1 及 F2 的力，木块仍静止不动，则此木块所受的摩擦力大小及方向为下列何者？我们 F2 力量往下，所以桌面会有个支撑力向上，这个不是摩擦力。F1 的力量向右，它不会动，所以表示受的摩擦力呢会向左。F1 跟它的摩擦力两个要平衡，所以大小要相同，方向要相反，所以摩擦力的大小跟 F1 一样，而方向是相反的。F1 的力量向右，摩擦力方向就向左。所以第七题问我们说，则此木块所受的摩擦力大小及方向为下列何者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B， 大小为 F1， 方向向左。